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。今天呢，继续我们的这一款游戏《大日子》哦。那这款游戏呢，老头目前只说到第二集哦，有点复坚了，所以说呢，是时候该来补一下了。那剧情的部分呢，老头稍微有点忘记了。如果你们想知道先前的剧情啊，这个右上角老头应该会放个资讯卡，让你们自己去点击啊。你们可以从第一集开始看啊，目前是第三集，呵呵啊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吧，应该快速的把这个游戏做个结束吧，有可能啊。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好不好？记得把这个分享出去，感谢各位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呢开始玩哦。那我们之前是有到了飞机那边之后，又来到了唐人街，现在我们要干嘛？无人生还新大陆，可以直接进去吗？欸，可以欸。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。啊，老头的武器装备呢，稍微有点忘记了啊，至少过了一个月没有玩了吧？啊，然后进来了。啊，严先生，潘乔，别去城里了，和我一起走吧。现在只有我可以帮你。啊，我记得这个潘乔跟这个家伙啊，好像是死对头吧？然后我们好像把他找到钥匙，然后好像变成有点他想要。跟我合伙类似的，类似一个合伙这样子啊，干嘛让自己这么辛苦呢？你知道我一直给你留着位置，算了，我答应过荔枝，我也不想再和你没有什么瓜葛。哦，可能就是这个家伙因为荔枝啊，荔枝可能是他老婆，又可能是谁，然后呢脱离了他们的这个两人之间合作关系，有可能。你走吧，好吧，你还是老样子，走到尽头了。穿过控制室，啊，从这个怎么念？从什么井出去就是广场附近。谢了，潘乔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拜，啊，走掉了。好了，现在是我的回合了。我想一下，这技能怎么办 ？F， 不是，这个是攻击。F， 我要试一下。R T E。一是放技能尖叫哦，不是尖叫啦，不知道叫什么东西的。空白键是翻滚，然后有 CD 时间，非常好。好，稍微适应了 ，OK， 可以继续玩了。来吧，来吧！哇，这些都可以砍爆耶！哇，马上就那个 ，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有点磕波啊！哇哇 ，Oh my god！奇怪，我不记得这游戏这么多的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哎，送东西。这个游戏什么时候变弹幕游戏啊？是我错觉吗？还是我真的太久没玩了？我看痛。Oh my god！ 我靠，真是太可怕了吧！那有僵尸会开枪的啦，大哥。结束。我死掉还爆炸嘞 ！Oh my god, oh my god， 感觉不太妙哦，越来越多了。喂，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，慢点练好吧。哇，失败！有打，那个铁门怎么掉下来了？又来了！哇，这个我可以直接进去吗？不行，不然这个东西掉哇，不然这个东西掉下来是什么意思啊？哇，被射到了，被射到了。哎呦呀，哎呦喂，哎呦呀，哎呦喂，哦 ，BGM 不一样了，呜，这么凶，哇塞，一大堆，哇，完了，尴尬了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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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那么刺激啊？
这是我们之前玩的大日子吗？怎么感觉跟之前差那么多 ？Oh my gosh， 多到一个不行。哦呦，哎呦呀！哦，干什么东西？要修啊！捡啊，捡到装备了，爽！好，继续走这里，这应该是子弹。嗯，这边就没路了。啊，到底路怎么走啊？没有路了，走这里。哦，这边有一个洞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坦克车。结束了，坦克车呢？哦耶！哦耶！哦耶！散弹枪近距离就蛮爽的。哦耶！可是这个视角看不到他们，有点危险。结束。哦耶耶！哦耶！哦，死了！其实他这个、啊、直接拉到底也算啦，只是该怎么讲？不是拉到底也算吗？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我记得拉到底不用对准那个颜色，也是可以装满子弹，只是装比较少而已，不是吗？不管了。No。哇哦！什么东西啊？我靠，这个喷毒啊！吐痰啊！哇，紫色的，我还不捡爆！紫色装备，我以为李小龙哦。最好是这些僵尸身怀绝技哈，就安分守己，当僵尸很难吗？一定这样子，非得这样子，你跳我跳，大家一起跳来跳去，不太好吧？结束。哇，这跑超快的这个。马拉松选手，马拉松选手，跑好跑满，这边又来了、哦，砰！你看，哇哇，大只啊！哦，哦哦哦，放招了，该放了，来呀！来呀！嘿，顶得住吗？顶你个心啊！顶不住吧？是不是？我的关卡有点长哎、欸，这里吧。哦，到了，我们走出来了。这里还真是容易迷路啊！这个老狐狸到底藏了多少秘密？喂，有人吗？喂！什么？哇！又拿枪！哇！我被攻击了，是这样。哪有人这样先攻击的？妈的！快开门！管理员，闭嘴！你把他们都招来了，你这个蠢货！还有人活着啊！快开门！我是严先生的朋友。严先生？都什么时候了？我管理严先生还是金先生？滚开！混蛋，你以为你躲在里面就安全了吗？妈的，人才是最可怕的怪物。哇，他不开门，为了自保不开门。为了自保啊！哦哦哦哦！哦哦哦！
轻轻松松解决。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哇！开枪了！干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好、哦，再不开门啦、啊！哇，他把自己要跑出来了。你说的对，里面不安全，哪里都不安全，那就让大家一起死吧。哎，真的是！哇哇哇哇！救到救到！有杀掉了！哇，你看，死在这边，早开门晚不开门。哎哎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呀、yeah! 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再给我开枪啊你！哦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哎呀！啊，解决了。好家在，林北是男主角，没事没事。接下来呢？我已经看到目的地了，先把他们全部清完好了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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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救我！救我！救救我啊！我救我！啊、哦！结束了，哇，捡了不少哎、欸，好爽哦！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包 ，safe，nice， 大成功，爽！噔噔噔噔！啊，我们装备准备妥当了，我们直接进来，时代的终结。哦，这是哪里？在干嘛？拿相机拍照。灵慧，假如我死在这里了，就让我记录恩臣最后的时刻吧。不能放弃，一定会有来救我们的。啊，他们边拍照边想获得重生，想获得救赎，想要人家救他。哦，哎、欸，哇哇哇哇，过来过来啊！不假不假。哇，很恐怖啊！一直来呀、啊，一直来呀、啊！砍，砍，砍！我操！哇，攻击他们还可以回血啊！是啊！跑跑跑跑跑！什么东西啊？蓝色装备可以，哇，这边很多，那边还有一只紫色的怪，应该是会喷紫装的那一种吧。我想说怎么不能放技能呢？这个紫怪是血真的有够多哎、欸！有紫怪打死了，就是喷蓝色的而已。喂喂喂喂，干什么东西？五个箱子。哇，快死啦、啊！哎、欸，吸氧哦，快点给我回复药水啊！
来一个回复药，大大。有，回了一点。我靠，这一只硬成这样，有猛到哦。哇，这边没路了，走哪里啊？这里。谁？啊，我叫林慧，是个记者，是，我叫基德，是人就行了，谁关心你做什么？老子差点就开枪了。啊，遇到你真是走运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走运？我看大家的运气都用光了才对，要不然怎么会遇上这些鬼东西呢？别这么说，要心存希望，还有上帝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大家都在逃命，你这是要去哪？上帝，呵呵，那你应该等他来救你。据说广场有人组织撤离，我要去试试运气，请别丢下我。那你就跟紧点，照相机可不如这真家伙有用，我也不会一直照顾你的。太感谢你了，放心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了。好，跟上。他就直接附身合体在我身上了，超屌的。附身合体，复读御魂之剑，他跟我合成了，他已经从林慧变成了林慧乔，乔林慧，可能有什么人的艺名之类的。哇，就这一招痛死了，死掉了，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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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点点点啊？点点点是怎样？我被沉默的无法放技能是不是？还有这回事啊？我真的不能放技能了，笑死！原来是那只精英搞的。啊！哇，被包住了，救我！Oh my god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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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大哥，给点回血啊！呼驾！这时候逼不得已，只好使出翻滚了。别啊！太扯了。我还好，差点去了，差点去了。好，没了吧？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还有。那样呢？哦哦哦哦哦！补血啊！哇！哇 ！Oh my gosh！ 哦，天哪！我的天哪！啊，解决了！我一直从狂中毒啊！杀！杀！结束！到底在哪里啊？啊，过了过了，成功的把他送上来了，没有看到撤离的人呐、啊。邦尼，这时候你还要耍我？哪有他妈的撤离的部队？我还是说撤离部队已经被毁了？啊，快躲起来 ！What happened？ 该不会是 boss 吧？哪里过来？哇 ！Oh my！ 哇，这是虾米蛙哥？奥巴马，等一下！
哇靠！哇塞！奥巴马怎么变这？怎么说变那么强了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这太扯啦！太扯啦 ！Oh my gosh！ 太扯啦！哇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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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哇哇！震到完全看不到你，你知道吗？哇！开始吐血了，死了！哎呀，哎呀，爆掉剩一颗头，可以再恶心一点没关系。结束了，连他都被感染了，这样子。你还好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刚才那个怪物是不管了，我们走吧。警局的电台一直在播报，最后一艘撤离的船就在离开了。船去哪儿？去王国，是总统先生下的撤离令。但是没想到他已经，快走吧，快来不及了。黎姿，你们也是坐船去王国了吗？希望你们平安。哇，那么现在哦。倒数计时，哇塞，这个 boss 真有点猛啊！我还以为我死定了嘞，结果还好没事，吓死人了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、哦。那希望呢，大家喜欢今天这个系列这个连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可能近期内或许赶紧的把这个游戏玩完也说不定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没有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啊！如果喜欢我片的左下角订阅，右下角喜欢快下方留言，或者去我 NoNo Life 按个追随。感谢各位观众收看，我是奥头，我们下一次这个大日子再见面了，拜拜。